是会教会女孩那些定义多混蛋，有些规划你真的听不得。第一轮总得分是秦凡琪31.4分，比唐汉霄68.6分，恭喜唐汉霄晋级，这就是原创全国六强，恭喜！同样跟我一起用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台上的这三组优秀的唱作人。失落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这样的舞台。我们来到这个时代，过住自己，我爱你，我和你都做点超级随意，所以情情爱爱失恋不爱是写歌勇敢的主题。光想蛮喜欢那个真实的瑕疵感。投票吗？3、2、1。那画面朦胧胧，那时候热成结雾，那双唇是柔软的，请别走开，再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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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对于我来说，我看过你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品。当我念到的朋友，请往对面的席位坐。红的猫，番茄。妈妈妈爱你，妈妈妈爱你，妈妈妈爱你，爸爸妈妈为了你永远不分开。等你长大以后，你才会明白。这没有一个舞台是让我失望的，这是我非常非常尊重番茄原创人的一个点。心是滚烫的，他希望他像他小时那样快乐。我一开始是有点担心，我们都很确认是番茄，但是我是有一点点的想法，万一不选我怎么办？他没有要理我们的意思。来，好，恭喜两位。我烫过几个类型，我哥不满意，他认为我是那点烫机的暂时或黄金，别人赔不起呢。第一次跟一个音乐人隔空合作去写一首歌，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的曲风，第一次这样在台上以这样的舞台形式去表演。对，然后对、我哥谢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然后这一次我丢掉了吉他，站在台上转了几圈，就这是第一次，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突破。